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尾巴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玩一个网站，叫做 Human Benchmark， 直译的话好像叫做人类标准测试。那这个网站呢，它里面有很多小游戏，或者是该说小测试吗？它可以测试你的反应时间啊，或者是你的听力能力啊，或者是你对于数字短期的记忆的能力。那今天我们有个 twist， 就是我们会一一的玩这些游戏，但是如果在宣布结果，它会告诉你说你是，比方说你是100个人当中的话，你是第几名。如果我发现我是后段班，也就是51名以后，我们影片就会马上结束，让我们大家一起保持着这个很刺激的心情，然后努力的拿高分吧。那我们就开始咯。第一个游戏叫做 Reaction Time， 就是你的反应时间。红色方块变成绿色方块的时候，就马上按下你的滑鼠键。让我们开始吧。我要减少聊天的速度。312感觉很糟。257好像还可以接受，我看一下。那个223可以。218，这是我拿过最好的一次。让我们来看一下。229。好，那么按下这个 safe score， 它就会告诉我们是百分之几。我们是百分之几呢？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是百分之前45，很好，我们这一关算是通过了。那我们来进入到下一关，下一关叫做 Visual Memory， 图像记忆，让我们来记住这个方格的样子。那我们马上开始咯。一开始是3×3的矩阵，好像还算 OK， 1、2、3、4，好像一开始不怎么难。然后第八关的话，哇，有点多了，有点多了。我看一下，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感觉，还有一个在右上角，应该是答对了吧。好，第九关越来越难了，我开始不太想讲话了，我好像有点记不得了，我有点不记得这一边是怎么样的状况了，是这样子吗？我答对了吗？还有一个，诶，那是这一个吗？诶，我不记得了。好，哦，答对了，好险。哦，我应该先开右边的。哎，答对了，好险。四。哦，天哪，这好难哦。底下有四个，好像是从这边开始，是不是？哎，惨了啦。是这个吗？哦，答错了。我被扣一分了。总共有三分，如果我被扣到零分的话，这个挑战就会结束。是这样吗？我已经觉得我全部都翻出来啦。是这个吗？还是这个，这个我不记得了。我甚至在一眼当中，我要全部找出来，我都觉得有点困难。是，答对了，我真的开始觉得有点困难，现在记不起来了啦，我记不起来了啦。哎，有什么啊？这个吗？还有哪里啊？12分。那我们就看看12分有没有在前段班里面咯。12分是前段班32名，可以，我们又成功的通过一关了。那我们来看看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三项，叫做数字记忆。数字记忆就是看你可以记下一次记下多少数字。那一般人的平均数是一次可以记下7个数字。像前面几关很简单，像这个9只有一个数字，让我们继续。37前面几关应该不是问题。话说以前的电话号码是7码嘛，是后来2360807。对啊，这很有电话的感觉 ,2360807。好，那第八码开始哦，认真了。好，来吧。3974762,3974762, 我把这个3拆成两组。3974762，然后我知道这里还要再加一个同样的低码的3，那这样答对了。第九，3273584453273584545，这个好像可以直接记。3273584545，这个还算可以直接硬背起来的。十码数是74234742340740。74234074740吗？这有几码？1234567890。诶，是不是有10码？我是不是要错了？74234
7423407470吗？哦，还好刚刚没有少打一码。哎呦，我真的有这现在有点难记了，认真。57903278，57903278，然后90跟32都要再回去它的数字一次，所以是57909323788，可以。现在开始要用一点方法来分析了，37840910263737，37840二六三七，37840 2437，中间有一个很像救护车的，但是却不是救护车，910吗？干，那、啊、不会吧？哦，后面也错了，910，我刚是念910，但是我打入091是不是？我们看看我的12的这个成绩能不能让我拿到50%以上的成绩啊？好欸，这个我拿到第七名的成绩，可以。所以下一个我们来挑战黑猩猩测试。那这个测试就是它会显示给你一组顺序，然后你要按照顺序在画面上点击。反正我们就来测试看看我们有没有比黑猩猩聪明吧。所以它就会先显示一次，然后你要按照这个顺序，比方说1234点。但它待会会盖牌啦，所以没有那么简单。1234 5 1 2 3 4 5，好，这就是它的规则，我们来好好记一下。哇，这个好难哦。1 2 3 4 5，这个好像比较简单一点。1 2 3 4 5都集中在这边，然后6 7回来，8在边边，9 10 10跟11连在一起，往左边走，然后最后点到13，所以是1 2 3 4 5。6要注意一下，6是跳到旁边，然后7 8也是要跳到旁边，所以是1 2 3 4。我干，我刚点了什么？失败一次了。1 2 3 4 5 6 7，好难哦。6 7 8，我偏偏我觉得上一组还算相对好记的，会不会1 2 3 1 2 3？我真的记不得了啦。1 2 3 4 5 6 7 8，一，我记不得了。6 7 8刚好在一起，6 7 8是这样的一个形状，6 7 8 9 10 11 12 13，1 2 3 4 5 6 7 8 9，哇，我完全没有印象了。10 10 10 11好像是这个，12是这个吗？11 12 13，哇哇哇哇，我不行了，我觉得这个一二连看的人都觉得痛苦了吧。1 2 3 4 5 6 7，告嘎机，1 2 3 4 5 6 7 8 9 10。哦，这个我真的记不起来了，我真的记不起来了。1 2 3 4 5 1 2 3 4 5，我不行了，1 2 3 4 5 1 2 3 4 5 6 7 8，好吧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一定有10%以上了。我们的成绩是 TOP 的 2.73， 不错不错，这个我做的不错。那我们再试试看下一个，下一个是点击目标测试。那目标很简单，我们就是要点选30个这个靶心。好，来吧。现在非常的专注，非常的专注。好，我花了20.337秒，看一下这样到底有没有前50名呢？没有，赞。